救我！打他！好像没给我礼物，我快开线了。炸！啊！打错。黄忠根本就不知道，他自己一屁股坐下去，二技能放在自己屁股下面，哇，那是稳如老狗，都不可能死的，我跟你讲。好，我来。哎，我在撞见了呀，大哥！哎呀，我中了！我哎呀！听你那么说，你神勇啊！坐下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的放人了！没事，我在。谁敢动你一下？刮起来！救我！坐下！轰！哎，轰了个鬼呀！我的天！我们要等武则天交了大招，然后再用六下。虎牙688，每晚7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